好，来我们看第四题这一边，它叫你 find the small changes in the volume， 就是 del v， 然后它有一个 cool boost，cool boost 的话呢，其实是 cube，OK，cube 的话，来我们先画 cube 先 ，cube，OK，cube 是正方体，然后前面一个正方形，后面一个正方形。我再跟它连接起来，它就是一个正方体啦。OK， 好。然后在这一边呢，它角度是 x。So 我知道 volume of cube 呢，其实是 x power 3。So 我就有 dv over dx 会是等于 3x square。然后他说它的边呢，从10变成 10.01。就是说我的 x 从 10 变成 10.1 的情况之下，那么我的 del x 就会是等于 10.1 减 10， 所以它会变成 0.1。 然后呢，我们接下来的时候呢，它要的是那个 del v approximate to 那个 dv over dx 乘以 del x。So 我的 dvdx 呢是 3x 2，然后我的 del x 呢是 0.1， 然后我的 x0 也就是 x 啦，会是等于 10， 所以我就有3乘以10的 square 乘以 0.1， 所以答案变成30，然后 cm3， 这个就是它答案啦。